乾隆年间，反清复明之势燃至无边，永阳王假借绞杀反清义士之名，掠夺各大门派武功绝学，意图谋朝篡位。五梅师太因意外获得陈留王传下的半部奇门异术验尸献祭，于是归隐山林，潜心修炼，自成一派，立名峨眉。我们动作快点，今天七剑选星，可别错过了。不知道师姐们这次会不会对李二环手下留情？我们快点打完水回去看看。走，哎，快走！你快点啊！来了来了，我帮你。谢谢啊。二环，试一下三姐的纯云剑。三师姐，承让，可以了。师父，二环天资聪慧，剑艺不凡，令众姐妹叹服，已经通过考核，不用再试。真的不用再试？不用再试。恭喜师父，奴颜剑有主，峨眉七剑全部归位，您的九阴七剑阵定能独步武林，技惊天下。本派门规，峨眉弟子李二环现在正式成为本派七剑之一，排行第七，执掌龙渊剑。二环，希望你向你六位师姐学习，合力勤加练习九阴七剑阵，将我峨眉武学发扬光大。二环谨遵师父和师姐教诲。Thank you.
师姐怎么趴在这儿啊？不知道，咱们笑笑的。师姐，师姐，师姐，师姐死了！快来人呐！ 是毒，你们看这水。 都先放下吧，师父找我们。此次一击侵染峨眉，事发突然，全无准备，为师和老六一样未能幸免。 导致练功时走火入魔，五脏俱伤，需要闭关一年，静心修养，再安天命。师父万福。为师闭关期间，将由四大长尊从你们七人之中挑选德才兼备的一人作为代掌门，待我行使掌门全责，全权处理峨眉事务，并授予为师一直研习的奇门异术，偃师献技。 传承峨眉衣钵，师父，我等才学尚浅，恐难以担此重任，还请师父从长计议。是啊，师父，峨眉怎么能少得了您呢？尔等不必多言，照做便是。为清，弟子在。为师闭关时，你要和六位师妹勤练九阴七剑阵，这是为师剑派以来自创的最高武学，也是峨眉立根之本。 你要切记，弟子谨遵师父教诲。为师的白眉师兄已经从武当派了擅长医理的弟子白元明前来助我们治疗一疾，不日即到。老三，你和芷萱下山去接应。是。其他徒儿继续好生照料染病的师姐妹。 父亲在烧染时日，待坤儿略尽这天下武功绝学之时，定将乾隆这昏君祭天，拿回属于我们的皇室尊荣。雪耻父亲，效宗出击之恨。王爷，武媚师太已离开峨眉，目前峨眉无人主事。 峨眉将从七位锋秀女弟子当中挑选一位，当做代掌门，授予峨眉秘籍，偃师献技。那我们是不是直接杀上去抢？不必。这一次，我一定要体验这七位锋秀女弟子的风姿仙韵。 听说他们日久生情后，好像会把整个人吃掉啊！还会吃人啊？
才不是呢！听师傅说，他们不吃人，专吃心。吃心？都在瞎叫什么？大师姐、七师姐、四师姐。少侠，少侠，啊，啊，怎么了？啊，那个，哦，少侠，这位是大师姐韦青，四师妹白潇潇，还有这位，是七师妹李二环。老七，七妹，七妹。七妹，你刚才为什么抓着我三师姐的手？我在给她把脉。是啊，二环，少侠他只是在帮我把脉而已。把脉？听说你们男人专吃女人心，你若胆敢对我师姐有非分之想，我定取你性命。姑娘请放心，在下又不是什么飞禽走兽，怎么会吃人心呢？老七，收起你的剑。白少侠，我七妹因担心六妹的病急，多有得罪，请包涵。无碍。不知道我六妹现在病情如何？六姑娘病发初期，需观察数日。只要坚持使用我所配制的药膳，应无大碍。只是此次峨眉爆发大规模疫疾，实属罕见，若要根治，尚需查明疫疾来源。在下受师命所托下山看病，定当竭尽全力。有劳白少侠。什么呢？没见过男人啊！五师姐，我们是真的没有见过男人啊。他有五师姐我罩着呢，你们有病的看病，没病的都走开。给我六姐吃了什么？六妹怎么了？六姐没有呼吸了。啊！哎，怎么办啊？啊！五师姐，五师姐，七师姐。我所配之药，皆是以气攻毒，削弱气旺。少数人会伴有短时性的休克，此时切记不可运功接济，否则患者会因为血气过旺而亡。多谢少侠及时赶到，否则的话，我等将酿成大错。我方才收了你的气功，帮他逼出了血毒，稍作休息，应该就没什么事了。若能找到此味药材，加在原配方当中，可降肺血，避免休克。多谢少侠。
有些人什么都不懂，净添乱。你全部看见了。不过未能看懂，想必这应该不是峨眉武学吧？你会保密吗？姑娘放心，在下绝非是非之人。我为什么要相信你？姑娘何苦总是咄咄逼人？此乃峨眉秘技，你日后若敢对外言之，我必定舍命追之。届时，不是你死，即是我亡。这里面是什么？这是我们峨眉自制的酱味儿。你们平时都吃这个？大多数人都吃。那你们师傅吃吗？师傅最爱此味儿。你们倒好水之后，赶快分给大家。好。白少侠，怎么会这样？所有人都这样反复发烧腹泻吗？不是，有一部分。不过六妹也是如此。等一下，你们平时都喝这个水吗？对啊，这就是我们峨眉的泉水。怎么了？这水有问题。这水怎么可能有问题？我们峨眉弟子平日都饮此水。对啊，如果水有问题，那为什么我们没有生病？你们平时都吃这个吗？不好吃，我从来都不吃。你不吃？对啊，不光是我，我们七姐妹除了六妹，其他都不爱吃。也就是说，你们几个都没有吃过这个。我想我找到异迹的来源了。
等一下，此酱味可是用柚子和凉瓜腌制而成。没错，我们峨眉的酱味就是用柚子、凉瓜、豆豉、红椒腌制而成。果然如此。白少侠有何发现？盛碗水来。 时下正是无花果成熟之季，你们所饮用的泉水中含有大量的无花果纤维。这有什么不妥？无花果原本健脾消食，降血脂通常便，但是混饮柚子和凉瓜等酸性和寒性的食物后，会产生毒性，使之带有极大的寒气，对肠胃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轻者胃酸，重者肠胃溃疡，可致人死亡。所以不论我如何用药，只要患者继续食用此酱。 师姐无意争夺掌门，故意露出破绽求拜。韦清盛，下面谁来挑战？老七，你来与大姐一试。大师姐，六妹我一直想见识一下你的成影剑，不知可否让六妹先来？ 没想到六妹的七星剑法剑如此犀利，如若是我，恐怕也要输她一筹。三师妹不用谦虚，上次试剑要不是你故意输给老七，二环恐也很难过关吧。你说，我大师姐和六师妹谁能胜出？两人剑法娴熟，游刃有余，不相上下。在下今天也是开了眼界了。 开眼界的哪止这些啊！日后我让你见识一下我的鱼肠剑。 长尊，何事如此慌张？禀四大长尊，山门前我们救下一名被毒蛇咬伤的全真弟子，现在危在旦夕。今日比试到此为止。 韦青，你快去查看。是，老五，跟我走。好，我随你们一起。走。这个还要再加二钱，不然量不够，方向不好。大师姐好。不要。 Thank you.
全真对我峨眉当年有恩，你们一定要好生照料。是大师姐。原来大师姐也同小医里。峨眉派立于深山，常有弟子被毒蛇所伤，在你没来之前，我们都是自行医里。刚刚听你说全真对峨眉有恩。对，当年师父途经黄山，偶遇一群野虎，师父立丹，幸得全真派弟子鼎力相助，才免于野虎之口。至此，师父立下盟规，如若全真派弟子有难，我峨眉定当以命相助。原来如此。老五，芷萱，你留下来好生照看，我与白少侠去给其他姐妹复诊。好。七妹，是不是情动于那位武当白少侠了？三姐何出此言？二环没有。真的没有？二环只是心系姐妹病情，希望他们可以像六姐一样尽快恢复。七妹可知何谓动情？当你遇见一个人不见的时候呢，总想着他，那便是动了情。所以七妹是不是总想着他呀？没有，纵然有也是记恨。六妹啊，你就别逗七妹了，她就算是自己动了情都还不知道呢。老三、老六、老七，大姐，大姐，白少侠给大家复诊完，新加了一味药材，有助于大家恢复。老七，你去协助白少侠取材。是，有劳白少侠。客气。你随我来吧。这就是那个被蛇咬伤的全真弟子吧？啊，是。芷萱，他现在没事了吧？没事。大师姐和我已经帮他运功驱毒。对，没事了，已经。今夜峨眉到场，我们七人要排练九阴气剑阵，你别忘了。啊，好。是心不在焉呢？哪有，是二姐你争强好胜吧？你说什么？五姐，少说两句吧。你们都怕二师姐，我可不怕她。二师姐如此争强好胜，想必是垫着代掌门之位，根本不把咱们师姐妹放在眼里，也没把大姐放在眼里吧？大姐，老五他心直口快，你不要介意。师父闭关之前曾经说过，将从你我七人中选一人做代掌门，所以人人皆有机会，你们不必忌讳。大师姐一向待我们如同尊长，照顾有加，我们一向都听您的教诲。都是同门师姐妹，
又有谁能不想当呢？老五，别说了，不是每个人都想当带掌门的。四姐，你或许是真不想当，可别的师姐妹就不一定了。够了，我不管你们谁想当带掌门，但我峨眉立于武林之本，皆源于师父自创的九阴七剑阵。如今武林动荡，世事难料，你我七人必须将此剑法练好，以抗外扰，捍卫峨眉。大师姐说的是，我们还是继续练剑吧。哼，是谁在偷听？出来！是你？不好意思，小生醒来口渴，夜寻静水，路过此处，好奇而至，并非有意偷听诸位谈话。无妨，是我们没有照应好。老五，你去陪全真少侠取水，其他师妹继续与我练习。老五，啊，好，来，继续。是吧，姑娘？为何生得如此之美？我一见姑娘，就有种异样的感觉，手心莫名的酸楚。姑娘，不信你摸。少侠，不要！我一见姑娘，就有种莫名的心动，不可自拔。仿佛整颗心都要随姑娘而去。谢谢今天你让我感觉到什么叫幸福。我知道你一直想成为峨眉带掌门，你放心，我一定会帮你实现这个愿望，让你的师姐妹们听从于你。你为什么这么帮我？因为你是我唯一最爱的女人。时候也不早了，你早些回去休息吧。
好剑法。你怎么在这儿？在下全真弟子孙子义，路过此处得以见得峨眉二师姐苏女侠的丹青剑法，实乃万幸。二师姐剑技一流，只是可惜。可惜什么？以二师姐现在的剑技，放在峨眉已无敌手，但纵使剑技再高，也始终只能屈老二。只要有你们大师姐为清在，想必其他师姐妹也很难听命于你。况且七剑都有争夺代掌门之心，纵使二师姐你使出全力，最后也很难赢得这代掌门之位。你到底是什么人？我们峨眉内部事务无需你来多事。二师姐你误会了，我只是一个来帮你的人，一个可以帮你夺得峨眉掌门的人。你不是全真弟子，你来峨眉究竟何意？因蛇咬伤在此养伤，和你一样只是过客。过客？过客怎么会侵染峨眉弟子相互挑唆呢？你是何人？何以指我挑唆峨眉弟子？我乃武当弟子白元明，一暗中跟踪你一日，今日竹林之事和昨夜你诱染老五，我皆已全部知晓。这么看来你什么都看见了？全部亲眼目睹。今日如果你不如实交代来意，恐怕难以脱身。恐难脱身？你说的是你吧？无极神功？你是太阳教的人？知道的还挺多，今日便留你不得。白少侠，不要杀我！我不会把你侵染周芷萱的事告诉他们。白少侠，这是为何？你刚刚说什么？啊，没说什么。快说，七妹，你刚刚说谁侵染我五师姐？他不是全真弟子。你侵染我五师姐？他没有信口雌黄。其实不怨白少侠，毕竟白少侠对我峨眉有恩，既然他有益于我，我理应现身回报。你说什么？白少侠，如果你真想要芷萱，芷萱甘为峨眉献身。没想到你是如此淫邪之徒，我要替我师姐杀了你。七妹不要，五姐是自愿的。五师姐，你七妹，哎呀，哦，没事吧？Thank you.
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你都不会相信。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并不是来解释的。那为何来此？我只想告诉你，不日峨眉必将历经大劫，希望你能够独善其身。我是峨眉弟子，如真有此大劫，我又岂能独善其身？我现在只希望一件事。何事？望你尽快离开峨眉，你我永世不必再见。该走之时，我自然会离开，不劳姑娘费心。今天为什么要帮我？我已经是你的人了，理应替你着想。你知道吗？你永远是我最爱的女人。真的？当然。我孙子一发誓，如果我欺骗周芷萱，将受万剑之刺。不要！我不要你死。我相信你。其实你想成为峨眉代掌门，需先赶走白元明。他对我们峨眉有恩，如何赶走？这我自有办法。你若想当上代掌门一位，需先赶走一人。谁？白元明。为何？他与老五早已苟合。老五是你们师姐妹中最大的劲敌，倘若他与白元明私下联手，恐怕你再无半点机会。那我该怎么办？怎么办？你应该比我更清楚。什么人？胆敢偷看我七师妹沐浴，怎么又是你这淫邪之徒？不是你叫我来此的吗？怎么了？七妹，七妹，你没事吧？他在此偷窥老七沐浴，正巧被我撞见。我偷窥他沐浴。白少侠，你为何如此？哼，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
上次我沐浴时，就曾发现过白少侠在窥视。你，白少侠，虽然你对我峨眉有恩，但我峨眉是女弟子的清修之地，多有不便。现在一级已基本治愈，还请少侠近日离开。有劳大师姐费心，元明不日会自行离开。师姐，是这样还是这样？七妹，还在想着那位白少侠呢。如此淫邪之徒，为何想他？你真认为他是淫邪之人？事实俱在，岂能有假？七妹，其实很多时候，你眼睛看到的不一定是事实。四姐，为何帮他说话啊？我没有替谁说话，我只是好奇老儿昨天沐浴时为何会带剑。而且白少侠说是受你之邀，如若他真有窥视之意，他怎会如此辩解？若是四姐这样讲，好像似乎真的有点道理啊。莫非二姐她……我只是有此疑虑，希望这一切都是巧合。二环，你不必多疑。此次让白少侠离开，对我们峨眉或许是一件好事。嗯，我们还是好好练剑阵吧。嗯。吴姐，快去吧，水正热呢。好。哎，对了，吴姐，你没有觉得昨日白少侠偷窥老七洗澡这件事情其实有点蹊跷？有何蹊跷？那淫邪之徒之前对我也有侵染之心。可是四姐今天在洗武场的时候说，她觉得这件事情有可能是二姐有意嫁祸于白少侠。老四真这么说？他就是觉得有一点奇怪。你想想啊，其实平日里二姐沐浴时是不带着剑的，可是昨日为何带着剑？嗯，可能是巧合吧。你别多想了，快进去洗吧，不然水凉了。嗯，那我先去了。知道，哎，咱们笑笑的。师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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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师姐死了，快来人呐！师姐死了，快来人呐！师姐，大小姐，你快看看师姐吧！怎么会这样？是毒，你们看这水。峨眉自立派以来
尚未发生此类事故。你们四师姐白潇潇一向与世无争，不想却遭此意外。韦青，你一定要想办法查明原因，以免再次发生此类事故。请长尊们放心，韦青一定不会让老四无故枉死。风山，是。你们这是？大师姐有令，峨眉即日封山，不得出入。白少侠，请回客舍。为何封山？四师姐昨日遇难。看来峨眉的灾难已经开始了。老四是不是你毒死的？没错，我只是将老四的疑虑告诉你，你为何要毒死四师姐？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我？老四平时看起来与世无争，但在你七个姐妹中属他逻辑能力最强，如若不将他除之，你我的关系迟早暴露。可他毕竟是我四师姐。每一个故事的传奇都是用鲜血来书写的，你若想登上峨眉代掌门，赢得偃师献祭，这是你必须经历的，所以下一个该你自己来了。看到你们七师姐了吗？没有。他怎么来这儿了？不知道。小林，六姐，你们别误会，我来的时候他已经躺在这儿了。是真是假，事实自会说明。把他带去雷霞洞。是。六妹，六妹，怎么又是你？你们赶紧把他带下去。Thank you.
走。你们这些峨眉弟子能不能温柔一点？对你这种淫邪之人，根本不用温柔。就是，走。很好，你已经迈出了第一步。明日带掌门比武，你要故意求败。故意求败？对，真正的较量从来不在台面上。我可以让老五在和你的比试中故意求败。他一心也想当代掌门，怎么会故意求败？你不用管，届时便会知晓。武学艺不精，甘拜于二师姐。武媚不必谦逊。二环，你可看得出老五今日极力隐藏剑法？难道真是无解？你我今晚一问究竟便知。这么晚从何处归来呀？啊，我刚练完剑回来。五妹这么晚还在练功，那真是难为你了。应该的，最近出了许多事，我也想为峨眉多分些忧。分忧？这些忧都是无解你带来的吧？七妹何出此言啊？你我七剑本是同门，你为何要害死六姐？四姐的死是不是也与你有关？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你摸摸你脖后的剑伤，这是六师姐七星剑所致。七星剑与其他剑不同，划过的伤口宛若七星，这些吴姐你不会不知道吧？老五，你现在跟随我和二环去向众师姐和长尊请罪，尚可留有一命。想太多了。
这一切都是你，二环，你速去将白少侠放出，并向长尊说明一切。我跟二姐随后就带着五妹至大殿请罪。有劳二位师姐。七师姐，跟我走吧。杀害老六之人，其实是你们五师姐。我对姬从未有过非分之想。真正与之苟合的是你们所救的那个全真弟子，他其实不是全真弟子。他的真实身份应该和太阳教还有永阳王有关。这是我峨眉内部事务，你可以离开峨眉了。其实我想告诉你，你们七剑中与之有牵连的不止你五师姐，还有一人。二师姐。对，糟了，师父。老五，你做了这么多错事，竟还不知悔改。二姐，别我求败之情已还，你我互不相欠。二姐放心，代掌门之位，芷萱一定站在二姐这边，唯二姐侍从。大姐，一个代掌门都能让你们如此费尽心机，泯灭人性。拔剑！今天我就要为峨眉清理门户。
是你。你究竟是谁？我是谁不重要，你只要知道是谁杀了你就好。怪我识人不慎。老大韦青一死，相信你很快就可以登上峨眉代掌门之位。哼！三姐，三姐，快，二环，快！去帮助大师姐，二姐，她为了争代掌门之位，心智已经走火入魔。大姐，对，二环，你答应我，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让峨眉落入奸人之手。三姐，你放心。二环，至死也要捍卫峨眉。三姐，三姐，就已称名字为峨眉和佛教圣地之一。峨眉山是这样取名的。老五呢？老五，师姐。大师姐。别喊了，我想我们已经来晚了。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二师姐早已走火入魔，还请大家帮死去的师姐妹们复仇。你们速去准备，今夜要生擒这峨眉败类。是。
二姐，你就别再挣扎了，你害死那么多师姐妹，这次该轮到你了。你真是越来越会演了。不是我会演，是你自己太愚钝。其实孙子义一直都在骗你，我和他早已私合，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来人，把这个败类关入雷霞洞。是。你为何在此闭关修炼，不去揭穿老五？真正的决胜，从来不在于表面。没想到，我峨眉竟遭此大劫。老三、老四、老六，惨死同门之手。为清和二环则下落不明，期间只剩芷萱一人，真是天不佑我峨眉啊。长尊们不要过于哀伤，芷萱定当誓死捍卫峨眉，绝不容有恶人再为所欲为。也罢，峨眉不可一日无主，如今期间只剩你一人，你即为峨眉代掌门，明天加冕。芷萱何德何能，难以担此重任。你不必推诿，目前弟子之中也只有你最为合适了。自小教你的掩饰献技，你可还记得？弟子一直牢记于心，勤加练习，不敢懈怠。只是，有何疑问？只是，弟子不明，如此绝学，非掌门不授，师父为何自小便授于二环？此技非我峨眉绝学，乃陈留王所传，可控雷千里，幻死回生，乃极阴极阳的奇门异术。峨眉弟子当中，唯你悟性最高，一般习武之人恐难参悟。况且此绝技源于这青石之中，当年若不是你父李拔山赠此青石于峨眉，又逢天雷劈时，为师也不会无意中获此绝技，所以应当传你。这或许就是天数。恭喜新掌门。长尊。别运功了，没有用的，毒液早已通过你们喝过的水进入五脏六腑，如若运功，毒性将会更快发作。为什么？
是说最爱我，要带我双宿双飞的吗？你们峨眉的女人为什么都傻得如此可爱？我怎么可能会爱你？难道你之前说的都是骗我的吗？没错，我来这里就是为了他。你怎么可以，怎么可以连我也欺骗？我没有欺骗你，我爱的是你的肉体，至于人嘛，那是你想太多了。就知道还有一个难缠的，错。应该是两个。你以为以你二人之力能拦得住我吗？如果两个不够，再加一个峨眉大师姐如何？你竟然没死。看来峨眉女弟子中也不全是傻子，有点意思了。如果真有傻子，那也只能是你自己。你不是？其实师父留给戴掌门的掩饰献祭是假的，你争的也没有意义。这不可能。你怎么会掩饰献祭？此祭师父自小便传授于二环，至今有13年。其实清染你的并非全真弟子，他也根本不爱你，他只是想通过你得到掩饰献祭。你一直都在被利用。他真实的身份是永阳王永坤，假借反清复明的名义绞杀武林人士，掠夺各派绝学。这次盯上的是你们峨眉的掩饰献祭。一直以来，我都以为你是真的爱我。要不是七师妹，我还真的信了。那你的毒？我根本没有中毒。你怎么会没中毒？不光是我，还有他们。白少侠早已猜到你会毒染水源，所以我们早已做好了防范。哼，母猪们都会上树了，这个世界真是越来越有意思了。原来都是戏呀！你不会告诉我您的几位师姐也没死吧？都怪我们觉悟的太晚，才让几位师姐惨遭你的毒手。你这个淫邪之徒，受死吧！你们以为你们这样就可以拦住我了吗？哼，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我们峨眉的九阴七剑阵。哼，九阴七剑阵，你们七剑少了三剑，如何组阵？你不是一直想得到我峨眉的掩饰献祭吗？今天就让你见识一下。
竟会是此计！峨眉七剑列阵。是。是。
日授峨眉弟子李二环为峨眉新一代代掌门，望将我峨眉密宗武学偃师献技发扬光大，重振我峨眉威名。恭喜新掌门。谢谢众长尊和师姐抬爱，二环一定谨遵师命，不负重托。禀掌门，你姐来信催你下山。所谓何事？你姐李小环之风雷老虎被杀。姐夫死了？何人所为？方世玉。方世玉。这世界很酷。